我就说秦晨是有实力的。秦晨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箭头只刺进去那么一点儿，差点就掉出来了。这一次，我要一雪前耻。 一箭射中八仙，这得多强的力量啊！这秦奋这差一步就到地级了吧？哎，难怪如此嚣张跋扈。秦家，不愧是我大玄国军中强门。秦奋的天赋的确可以，不过他那大哥才叫人惊叹。你是说秦风？嗯，正是他。秦风当初。 仅用了两年时间，便跨入地级，加入军旅后屡立战功，现在也不知道是何等修为了。哼，看你还能装多久，恐怕这一轮的力量考核你都通过不了吧？哼，第三位。 到半年，连弓都没有拉满，刚才这么热闹，不对呀，秦晨的实力绝对不止这么点儿。你看吧，我就说秦晨是有实力的。 秦晨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箭头只刺进去那么一点儿，差点就掉出来了。这也能通过考核？哼！好精妙的控制力，此子不简单呐。想要将十斤重的铁箭射入铁靶之中，至少要将铁弓拉成满月才行。 且需融入血脉之力，才能洞穿灵阵。但秦晨那剑射出的力量仅有30弹，但因其箭头所附带的一股旋转真气，使铁剑的穿透力提升了一倍，这才刺入铁靶中。子子对力量级真气的控制，怕是已经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。这一点。 就算是很多地级的武者都无法做到。你不会就选中他了吧？目前还不知道，暂且看下去吧。